咁我其實自己嘗試去做，但係咧，因為工作忙咧，有時翻到工咧就未必可以即係完全咁樣去投入咯。其實嚟自己帶住咗少少壓抑咁樣，可能工作上各方面咁樣，即係始終好似有一個石頭喺個心裏邊咁樣，咁樣頂住咁樣。咁頭先一瞓低嘅時候，跟住仲係有少少頂住嘅。咁後尾再放鬆少少嗰陣時，突然間有咳咁，好似有啲嘢喺，即係有個力喺裏邊，突然間咳出嚟咁樣。咁嗰嚿石好似突然間爆，即係走咗咁樣。咁住一個暖流咁喺個心裏邊，好似嗰樣嘢就釋放咗。即係原來可能經歷性嚟嘅，其實只要你放鬆，你有信心同埋。藉住大家一齊禱告、一齊經歷嘅時候，自己嗰個重擔咪放開咗，唔係靠自己喂諗通佢啦，諗唔掂有啲嘢，自己真係諗唔掂。咁喺聚會裏邊，可能得咗一個超自然嘅釋放，而家就舒服咗，舒服曬好多。我相信呢個舒服唔係以後係咁舒服，我相信係要警醒，點樣去警醒去守住一啲負面思想，唔好再俾佢侵入，因為有嘅時候。哈利路亞，去讚美主。